台北市最老的钓虾场。把头跟尾巴尖点在中间啊，它就一定会上钩啊。柱子的旁边是一个避风港，不然就是气泡。他们喜欢呼吸啊，钓起来都是他钓的。对啊，就像是天堂吃到狗。他说他一次串了四只虾子，一直放枪。哇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超他妈大哎！哦，正中间正吃的，就这边的虾子，它的脚都是齐全的，就代表蛮新鲜的啦。啊，整手撕掉了！哦，用虾竿打到天花板，他就给我弹回去了。好悲，不能怪我用手抓了。然后我就看他在那边漂浮，然后我就把他抓起来。蓝脚的，好，蓝脚，抓抓。哦，这个要是被他盯到了，我跟你讲，你今天晚上就不用管了。我们一直放枪，放枪二人组。那有虾训就是好事了，就代表说这一间是实在，因为混合式啊，不像是外装是用公虾吃啊。这只是鸟爪子，朋友刚连续半小时拉不起来，然后我检查了一下，它这里是打结的，水深就有问题了，这是常常会发生的。你今天打结的话，除非下次会飞起来吃，打结就往上了嘛。然后蛮多只是用鸭头当饵，八九只吧，然后它这也是跑掉了两三只，因为没挂好，它就游出去了。它会寻找有氧气的地方逃掉了，那没关系，耍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有钱买就好了。好，一斤的胡椒虾，盐烤然后掉进来，没有内用。老板都自己雇店，自己做菜，好屌！两个男生这样会不会太少啊？那再一个蒜头，你一个人可以做那么多菜，那么厉害！林森北路啊，其实简单说就是全部都交给他，这样穿超快的。贵宾请。哇哇哇！现在已经煮好了啊，大蒜。他也在健身呐、啊，很多次给他买是 OK。我请，还是我变态烂。他说为什么虾卵不是要长在那个吗？腹部吗？腹部是虾卵，是生小孩的头。母虾有虾头，那个是红宝石，虾没有，母虾才有。然后可以吃的，但是虾卵在肚子，而且他整天在地上爬，他整天在地上这样，肚子的虾卵不能吃啊。都是赞啊，都赞哦，黑胡椒也赞。有的冒烟呐、啊，像这只就没有虾脑了。看了这一只有哈、哦，看一下，哎，看到没有？这一块的复仇者联盟里面的那一个最红宝石戒指，啊，全家乐钓虾场，全家福钓虾场，随便啦，好、哦、赞。啊，红宝石啊！你找到红宝石了？啊，给镜头看一下。给 IGA 送认证啊？是啊 ，GIA 认证 ，GIA 认证 ，GIA 认证。好厉害！胡椒虾，胡椒虾好吃哎、欸，它胡椒不是辣的，是甜的。好，应该准备一个查理王。你先吃胡椒虾，再吃盐烤虾就没味了，你听得懂吗？被压的，对，越大被压了，最屌的，最牛的，最顶的，最顶，最顶的胡椒虾，都完全都入味了啊。母虾麻烦的就是肉比较少，然后你要整天在剥壳剥来剥去的。但是母虾比公虾容易入味啊。大学生的吃法，芥末加酱油，再加盐烤虾。好，盐烤虾啊，配上酱油。他很惊讶说：“不会太重咸吗？”不错哈、哦，有另外一种感觉了。对，吃完了，两个男生吃四斤差不多。记得要选活虾，不要选冷冻虾。我学生的时候没钱吃冷冻虾，好像会拉肚子。什么年代还在找辣台妹？钻石爸爸闯进泰国 say smoke high every night like an earthquake. Walking street can do it, let's Thailand. 跟我泰国 say。是我的搁浅，一觉醒来，今天钱包都不见。我太过岁。